女人忽然发现，原来自己幻想的幸福，最终只不过是一场美梦。原来，自从生命还剩10天的海人得知自己的脑癌能治好，不会和眼前这个男人阴阳两隔之时，她的世界又再次出现了光明。在准备出国的这段时间里，她不仅每天开心享受着和星星在一起的时光，主动给星星做饭，陪星星逛街看电影，更是幻想着将来要再给星星生一个小猴子。 然而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当他满怀憧憬地来到医院后，他才知道这个手术的后遗症竟然是会失去所有的记忆。听到这的海人都傻了，他不敢相信，赶紧向星星询问。무슨 소리야？무슨 기억？아마도모든기억 잊어버리게될거란얘기야听到星星的话，海人彻底的疯了。他决定不做手术了。可就在海人准备离开之时，星星却抓住了他。이거봐，누구라고？그냥내말들어。너는살아。사는거야。제발，살자。 看着星星双眼的泪水，海人彻底的迷茫了。起初不经意的你，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交错，像是人世间的错。 或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一样的交流。